如果你想看高筑的城墙、雄伟的殿宇、红墙黛瓦、光影斑驳，不一定非要去故宫，也可以来泰安岱庙。这是曾经历代帝王的封禅祭拜地，也是今天让人叹为观止的古建博物馆。与故宫、曲阜三孔、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四大古建筑群。在这里，相传汉武帝亲手所植的柏树如今仍然新枝既生，宋徽宗立下的龟驼碑碑文内容清晰可见，乾隆亲手绘的汉柏图依然栩栩如生，秦代李斯的小篆碑距今已有2000多岁。不同朝代的珍稀碑刻排列成林，记录着历史沧桑，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可以让你和古人对话，感受历史的魅力，感受泰山文化的博大精深。